行事。出去好一个凉快，我好不容易凉。讲没多啊，我刚刚就捧鱼是吗？炸鱼，你就好像很捧鱼。这是非常经典的柴火都有。一个小爱同学，滚！滚！哎，你那种三打五的笑到我那都开始。哎，你唔？嗰时呢结，嗰时呢全部都系义勇噶啦。嗰时老嘢成日翻啦。都唔得攞，如果我一样都做咗。咁你嗰边猪杂，两对对都。哎，登家。咁我哋咧格格有得洗咩？冇喎，唯一喎。我哋好少喺到呢個好味嘅。點解你退退呢樣？乜啊？呢個我諗乜嘢？咁佢真係要退咩？生菜。唔唔。呢個定理嘅，知唔知好？唔好叫。今天是9月2号，9月的第二天，那邊都是灰蒙蒙。晚上本来要去公园走一下的，结果遇上下大雨，我就被淋得像个落汤鸡一样回家，全部都湿了，全部都是湿哒哒的，赶紧回家洗澡换衣服，明天要去深圳工作。你打交道打下来一圈，你发现没有，能够始终如一的很真实的人很少，又在唠唠叨叨，他又在唠唠叨叨。我通常坐在后面呢，是不听他在唠叨什么，他讲他的，然后我拍我的。哇，他在挑花。哇，自己打理一下。好，我回去插了，发给你。好漂亮，我是不会搭花的。知道我自己谈恋爱这么多年，我基本上没有收过花，你怎么知道？不是吧，那又深圳的沙子。台风来了吗？哇，好吓人啊！哇，好大的台风！今天打台风，然后自己来吃一个。本来想叫朋友一起来吃的，但是他今天要在家带孩子。好大的雨，走不了了。收走了，去广州，在肯德基买了早餐，赶紧来取一下。这是我的早餐。
早上去广州都是票卖完坐满的，经常还买不到票的，都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广州。现在你呼吸一下吧，吸，嗯，好，吐气，对，降勒，还可以，但是还是有点不太连接，这里下不来，降勒骨，对，很好，不要降到太近哈，这样。啊，我真的是好辛苦，从客户那里打了个车出来，我现在已经中午2点了，还没吃午饭。我不知道吃啥，看看这里有什么吃的。每次来广州都觉得很辛苦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从客户那里打个车出来，路上堵车堵了将近1个小时，这样堵，我出来花了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间，其实才花了我20块钱，就是堵车堵的。现在已经是2点半了。吃上饭已经很饿了。虽然这么晚吃饭挺生气的，但是广州东西的确是蛮好吃的。好吃。天哪，广州的东西真的是好吃哎，味道很对口。每次来广州，都觉得广州地铁很多人，然后城市又大，很累。在这里，无论是打车或者是坐地铁都很累。但是呢，今天让我第一次觉得，好像发现了广州的意义。东西真的很好吃。我都忘记了原来这样的才是粤菜，我好像都几乎忘记了粤菜的味道了。没有科技也很活，妈的东西真的好吃，这个包真的很好吃做的。如果离开了吃，哇，这一顿饭真的很普通，很简单，才40块钱，但是唤醒了我好多好多年都没有吃到粤菜的感觉。好的粤菜是很干净，然后很清淡，没有味精，就是你吃完之后是不渴的，就没有那种科技也很火，真的很想哭，因为很感动，好像心里被洗刷了一样。所以在广东，抑郁真的是很少的，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，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事情。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哇，这是榴莲猫山王月饼。这是玫瑰花，泡茶就可以了。你来，哎呦，你也来一个。又来吃披萨，一周吃了2次，但是我就是喜欢吃披萨。